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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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默附录。一字朱慎一音夜一二至一一三五。十半夜知道 ,accuso la comaporta。十二夜杀生偷盗邪欲乐行淫妄语两舌恶口粗口起语废话贪婪甜恨邪见。当杀生是度或残暴的杀害生命及屠宰或杀害众生。在此与普通用语生命 pena 直译为有呼吸者情。就境界上则是指命根 jfetindrayan。杀生一词则是指明知该有情事的却依旧刻意通过生门或与门智力于截断该有恩。对于毫无德行 kuna 的畜生杀害小的生为的恶业杀害大的生物是重大的业。为何？因为所付出的努力大或是付出相的则因为对象的体积大。对于人类等等由于他们能具备德行杀害德低劣恶业轻微杀害德行高尚者也深重。当被杀者的德行相等时恶业则有是凶手的反是强弱以及所付出的努力是大或小。杀生有五个条件活着的生命明知该有情是活的。一智力杀生结果对象被杀死了。而六种智力的方法是轻手煽动抛掷固定的线轨迹及超能力。由于详细是他们的偏太长所以我们应当把他们及其他学过不提。有意知其详细解释参考绿藏的著书普端言 Samantapuse 偷 Adinladana 是指不与而取意其他人的东西抢劫或当盗贼。在此不与是指别人所拥有的东西或财物。若别人某件财物有自主权可以任意使用而不会受到惩罚或者该物即是属于那人的。明知该物是属于他人有而怀着贼意的智力获取该即名为偷盗。若属于他人之物劣所造的恶业即轻微若是人之所造的恶业即重大。为何？因为其物珍贵。若他们的价值属于品高尚者之物即恶业较重偷属于品低劣者之物即恶业较轻。偷盗有五个件人之物明知是如此贼意及结果移动了该物。方法则有六种及手等等。每一种偷盗的方法依以下的情况进行吃秤头抢手段隐瞒设计或伪造。这是关于偷盗详述见于普端言。邪欲乐行邪淫里的乐是指交邪是指低贱及时应到谴责行为。邪欲乐行的特象是起于生门的思
Sitana 一句犯自己无权同其行房者的不如念。于此男人无权与之行房甲种未婚女即一为母所二为父所护三为父母所护四为兄弟护五姐妹六为亲戚所护七为族人所护八教导师所护九以订婚执罚以及以十种已婚人一以钱财买来的妻子二愿为人妻者三为了服而为人妻者四为了服侍而为人妻者由亲执行婚礼把新郎新娘之手进入一只碗里的而如法的成为人者六社会阶级较低阶层获得的妻子七奴隶七八佣人七九战俘十短的妻子当中有十二种女人是其他男人可侵犯的以订婚和正受惩罚的女人以及满十种已婚女人所造的恶业之轻重有侵犯的对是否有持戒等德行此恶业有四个条件有心想要享受不可侵犯的对象智力享受设计占有结果占有了方法则只有一个亲身体验妄语是欺骗他人者的生或语的行动以损的利益怀有欺骗人的意念而致使采取身体或言语行动去欺骗的思名妄语另一个定义妄是不真实或不存在的事物语是表达它未真实妄语的特性是想要让人以为不实的未真实而又成相符表达的思 Sitana 意愿此罪业是众心有是他人受到什么利益大事小或者对在家居士他们由于不想施舍自己的东西而骗说我没有东西这是轻若证人却发伪誓以致他人受施则是重罪若沙门在只得到些少油或奶开玩笑的以梵语说我想今天是有条油河流金子这是轻罪若对未曾见过的事物说未有过则重罪此有四个条件不真实之事欲欺骗的意念智力欺骗传达该其他人方法只有一种即亲自行动当知这是通过身体附在身上之物或言语欺骗该行动令到他人明白其意产生该行动的思在当下即成为欺骗的行为通过附在身上之物或言语欺骗他人同样的人们亦能煽动第三者到这么说把一片写了字的贝叶放在他人面前或永恒性的写在墙上等其他人会因爱其意这些都是欺骗他人所以把煽动传达和永恒的记录视为种恶事由然而著书并没有提到这点所以应当深入检讨后才好接受两舌是指诽谤的言语
说了后会保方对医者之爱降至零点，令到自己的言语或导致他人粗野的言语生即是粗野的不悦耳亦不令心欢，这种言语名为恶口，是说毫无意义且无用的废话，当之称为两舌等的即是作为这些言语之根思，以邪恶之心通过身形眼波下挑拨离间的种子之思，或向他人谄媚之思及折之思，其罪之轻重有是离间之德行是低劣或高尚，此罪的四个见识是已有受离间的人，二有他们分别的目的，三付诸实行，四表达交流，但若他人没有因业，那么该罪是不足罪，是未到之业，只有在导致决裂时才是足罪。恶口是粗野之思，致使实行于生，给予人致命伤般的重疾。以下的故已说明这点。据说有位男孩不听的话去到森林里，由于无法制止他，其疾诅咒他道，愿有只野母水牛追你，果真一只牛因此而出现在森林里，该男孩即宣真实语之后发愿道，愿我母亲所说的不会发生，愿他心中所想的发生，而牛就如无法动弹般站着。所以虽然他的话看似凶恶，但其实并不粗野，的心是柔软的。虽然有时父母会对自己的儿女说希望贼把你们切成许多块，其实他们甚至不愿看到一片荷叶掉儿女的身上。教师及宗教导师有时也会对学生们说，这些无耻鲁果子我们有什么关系，把他们赶出去。然而他们还是希望学生们能获得言语能因柔软之心而不也，故此言语并不一定因为说的柔软及温柔。譬如想要杀人时说让是的说，这话即毫不温和，由于其心粗野，故其语亦粗野。恶口的恶业轻重辱骂这形成相对比，此罪的三个见识是有受辱骂的人，甜念及辱骂造成或与做出无意义的表达之不善思，名为起语之轻重有事，是否时常如此为造成此罪的两个条件是疑心倾向于毫无的话，如巴达 Barata 之战、基达Sita 绑架案的事。二、叙说这些故事，他人并不接受这些故事，则成足罪，即成足业。只有在他人接受这些故事时足罪。贪婪是贪要，即看到他人的财物拥有他们。其特像是如此的心思，哦，如果这是我的那该多好，其罪轻重之分与到罪类似。他有两件，他人财物即令自己倾向于获得，虽然他可能会在看到他人的极深
但只要他还没有想，哦，如果这是我的那该多好。他还不是往恶行的阶段，毁坏他人的幸福与快乐的即是嫌恨，即像是想要伤害他人之恶念，其罪轻之分与恶口最类似。他有两个条件，另一即想要伤害之念，只是田怒还未完达到这种恶行的阶段，只要没有欲坏之念，如愿他被砍到掉，邪见不一，正见的错见，特像是颠倒之，如不施并没有作用，其轻重分与起与对类似，或依据其邪见是暂时性或轴性。他的两个条件是：一、导对事物的正确之见；二、他依其所持的邪见显现于心中。以达到这种恶行段的邪见是认为没有果报；二、事情的发生是无的；三、没有造作这回事，其他见则不算在内。对这十种恶业，我们可以在各方面劝他们，即一、一就近，二、一阻，三、一目标所愿，四、一受，五、一因或根。十恶业的首七种恶行只是思 Satana 从指的三恶行是与思相应之心所法。二、首种即见八法是行，不是因根基础，但贪婪与甜恨既是行是因。贪婪是不善的贪因或贪，甜恨则善的甜因或甜根。三、杀生的目标是原生法，因为他的目命根；偷盗的目标是友情或东西；邪欲乐行的目标是原生法，因他是愿。有些人则说他是友情。妄语的目标是友情或原生法，两舌也是如此。有的目标只是友情，其余的目标是情或依所见闻感受及想的事物则原生法，贪婪也是如此。甜的目标是友情，邪见的目标则是三界里根法。四、杀生与苦受相应，因为使国王看到小偷时可能会笑着说把他了，决定的私心所肯定指骨兽相应，偷盗能与三种兽相应。看到他人的粗时，若愉快取及与乐兽相应，若惊惧的偷则与苦兽相应，醒思思其恶果之下偷取也是相应，若中舍的偷取则与舍相应，邪乐行邪淫与两种受相乐受与舍受，但在下君时则不可能舍受。妄语能与三种受相应，两舍此与苦苦受相应，其语则能与所三种受相应。在此举例阐述，在吉驾案、巴拉达战等故事时，若听众对他喝彩及把自己的头巾抛上空中等，解释者
有乐手。当如此对他喝彩的人过后走向前去对他说，再从头讲给我们听，智的理会对该建议感到不快，心想我首应该讲其他不相的事，在这情形下讲故事时离会有苦，若他终舍得讲则有舍得受。贪婪与两相应，即乐受即舍受，建议如此。甜恨则止与受相应。五，杀生有甜与吃二因，偷盗亦有甜与吃二因，或吃二因，妄语也同样是有甜与吃或贪与吃二因，邪欲恶行与吃二因，理起语亦是如此。恶口言语吃二因，贪婪只有吃一因，甜恨也如此，只有吃一因，邪见有贪与吃二因。